哎，你好，美女。你好，老板，啊，想弄点啥？你帮我看一下这吧。鱼，这金块儿，这给哪弄的？这金块儿。我家前两天我家婆子给我买个金手镯嘞，俺婆子不给我买，然后她给我儿子，她说祖传下来的。祖传下来的。哎。鱼还有指印了这。这上面你看是人家嘞。租金499,999。克重30.16克，这应该不是祖传的吧？这是现在的烧的金块儿，这咋了？这叫我看呀、俺朋友都说这是假的，我也感觉到这个假的。它上面刻字不可能都是真的呀。刻字这不可能是真的，对呀、我也可以这往谁上给面你刻的？个字。俺婆子，那婆子给你个这，给你这男的呀？我不前两天俺家婆子给我买金镯子了嘛，她不给我买，买到金来给镯我个子。字，叫我打一个。都是说看看。叫你答一个，哎，对，给你个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哥，这还不清了，这呀，这地上写的是34点多克，那我给你称一下子吧，好，还对数对不对？34.16克，这可以，我给你称一下，34.18，还重了，重了弄，有0.02斤，34.16，对，这壳对呀、这看着不像假的，这应该是真的吧？我看那不像真的。不像真的。那。这那个不像真钳的。子是吧？我你剪开看看可以吗？剪开不用剪，说实话我盯着，陈我大看大看，的，这不像我不假相的呀！信。咦，那婆子给你一个东西，你还不相信？咦，来我看，不用剪开看，咦，你看看，多好的一个金明剪，看剪出来黄澄澄的，看见没有？重量还对住了，这你看，剪出来，你看里面金黄的，咦，这一个金块喜欢人。可是对，他这样写的34.16，我刚才称了34.16。那婆子没骗你，这样那婆子给你这不是还没给你要钱呢？没给我要钱。那给你的东西呢？那给你来的呢？是不是？那给他儿媳妇的那给家的呢？你别听那朋友胡说，俺这朋友真都说假这是假的，我也感觉那不是真的，你不看像。你听那朋友的不中啊？这那婆子给你的，这对你有好处，这给你这的。给你亲的倒过来，你听那朋友的那种弄，那可不管亲，这一个也值10,000多嘞，你别看这一点点，真的。那恁这管打不管？管，这真的不假。回去别给那婆子闹，好走。想打着东西了，到时候加工首饰过来找我。好走，好谢谢老板。行，过去呗。嗯。好。